在下半季第一周的赛程的最后一场比赛将带来的是台湾银行对上玉龙纳智捷的比赛。在台湾银行这边，在米歇尔没有办法打的时候，是把陈佑许、谢宗荣给拉上了先发，搭配了张博胜、李维哲以及 May Jones， 在 Marcus King、胡凯翔、吕正如、布拉以及林一辉，这跟前面两场比赛都是排出了玉龙纳智捷的稳定先发五人。对，不过你要特别，哇 ，Marcus King 再给布拉，在篮下双手举高，这高举高打，好像有点挡不住。胡凯翔的切入来到禁区里面打板得分，哇，打了相当的油条啊！胡凯四比零的攻势，守区防守选择李维哲自己的出手，吕正如接到底线球之后 catch and shoot， 虽然是两队都是 May Jones 三分球出手也是 for three， nothing but net。开始做了一些包夹的一个状况，直接扣了，不演了，直接扣了。对啊，手没有，好球，前面已经有人偷跑。对，当你做这种快速的三分线出手的话，你的回防就必须要命中率，是五支球队的最差的一个部分啊。所以代表他其实很多时候他的空档出现的时候，他的球员的一个给到了李维哲，May Jones再一次出手 ，ball three， 厉害了。May Jones， 哇，他跟 Session 可能就是换手运球，再给出来吕正如 catch and shoot， 没有篮板球下来，哎，最矮的 Marcus King 拿到第二波球，哇，好，吕冠廷来看看空心球，哎呦，终于把握住了。担任突击队队长，给到 May Jones， 这次三分球出手没进，但是这边林任宏飞进来补进两分，好球！布拉双手扣篮，在篮下已经是无人可挡。对，哇，打得相当勉强，但是陈玉瑞还是把球给弄进。是在台银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也入行让他有更稳定的一个工作。Marcus King N1， 哇，马杀先跑，哇，这有个身材上的一个优势，糟糕了，有三个人来守，在篮下，糟糕了，大人打小孩。陈顺祥今天来到球场上啊，本季的初登板。又是给到了谢宗荣，放手雨啊，空心球，夫人推进快攻，陈顺祥要来切入找机会，又是给到了 Matt Jones， 好招牌的三分球，好球，陈顺祥 for three， 因为布拉，他这根本不会离开油漆区啊，好，现在 Matt Jones 把拉出来就投了吧，就进了吧，哇，现在就靠 Matt Jones。快攻的机会，篮下没大人，他自己来，被周伯成盖火锅。哦，但在交球的时候忙中有错，给了台银机会，换张家和的中距离，也是在 SBL 已经打了非常非常多年的，是个元老级的人物了。哎呦，那这边三分球高建议也要跳出来，成，包含 May Jones 的三颗。然后有其他五个人都投进了三分球，哇呀，又是一个踩脚步的 N1，Nice play， 出手。现在这几波的进攻都有点看不太懂，最后是让老将吕正如拿到了分数，全场压迫的防守，对，去消耗一下。哦，陈玉瑞直接把球给抄走，前面轻松上篮得分。哇，这个球，哇，好，吕基尔的出手。弧度很高没进啊，布拉直上直下，对，看得出台银还是维持二三的区域联防，再给过来 May Jones wide open， 今天的第四颗，哇，今天会造成一样的结果，就是他不会离开禁区，对，现在玉龙又使出了一个二三的区域防守啊，哇，突然的高抛 May Jones 吃掉了布拉，
哇，另外一边弱边就是完全的空档，不管是李维哲或者是底下，第三节要再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的一个状况。哇哇，整个直接被推倒，所以马克斯给你直接出手。哇，哦 ，sorry。哇，刚刚陈顺祥这一个，胡凯翔。好，这边马克斯给你连得四分。和这时候去挑战了一个玉龙大货车的一个情况啊。哇，再加上吕振如的三分球。陈国威教练前面四打三，李维哲再次的切入，外线 Mitchell again， 哇，这个现在Mitchell， 哦，抱歉，是 Marcus Kin 那边 catch and shoot 在，哇，在第四，哇，哎。好，中距离的出手，哎、有李维哲。我到现在知道他进球第一球之后啊，他的进攻的欲望就会比平常多了好几倍啊。那这边 Matt Jones 他来底线，篮板球下来 ，Marcus King。哇，结果没人守。好球！哇，这球大家都以为他64-59，现在差距已经来到只剩下五分。哦，还有 M1 的空间呢！哇 ，Matt Jones 今天是六。哦 ，Maskin 来了。啊，发生失误，吕振如剩下他一个 ，Matt Jones 轻松得分，以为已经跑过头了。在空中的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响哨，吕振如向后的跳投得分。哎，把头巾拿掉了，刚好回来，运气不错。我刚犹豫太多了，在台银的这一波快攻的一个处理球的情况啊。哦，这让玉龙掌握到了先波。吕振如插板得分。吕振如在今天拿下了15。没有太多的三分线空档，跟第二节一样会发生了、啊。布拉梅琼斯来帮忙、哦，没有办法，继续取分22分。也连带影响到一个得分的效率。哇，啊、过得漂亮哦。哇，哎、被包夹球掉，前面快攻的机会，直接上篮得分，李维哲出手，哇，应该体能应该有点累了，打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休息啊。回过头来，这个两分，吕继儿首度得分，队友也并没有太好的一个移位的一个空档啊。胡凯翔的三分线 ，for three， 陈国维教练还忍得住吗？现在的区域防守有点让台银是破不了。对，哇，终于，对，陈佑许的得分，又是找到了胡凯翔同一个位置，再来一颗 ，back to back， 哇，速度很快，但玉龙这边现在回防速度也很快，马上找到救命仙丹，就是 Matt Jones， 吕继儿的切入，但是有布拉高举高打。Again， 他有点喘了，节奏有点跟不太上啊。哇，哎，但是把球拨到空中，哇，这布拉 N1， 这没办法，这个。哦，终于开火了，简浩。对，这三分线永远拨出来，布拉再加一个篮板。哦，前面快攻，还要喊暂停了。哇，放枪，好险，吕继儿补进。哇。林任宏的三分球出手 ，ball three。哇，现在还是比赛防，好，不过时间要注意啊。Marcus King 的高弧度出手还是进，在第三节他是个人单节来。好，张博胜的出手，哎呀，哎，飞起来！林任宏，哇，哇，利用身体对抗 ，Matt Jones。哇 ，Matt Jones 这个是啊。再给到郭昭南，好球！哇，这一个两分球是重击了，哦，就是成功的给到了 Matt Jones， 但是没有投进。前面快攻的机会，给到郭昭南要来秀一下了。到了台湾银行跟玉龙纳智捷，最后99-87，让玉龙拿下了比赛的胜利。玉龙在整体的表现，在下半场也把
不到两成的三分球命中率提升到了三成，全场是投进了八颗，而台湾银行全场虽然投进了14颗，那么在两分球命中率则是掉到了只剩下33%了，这是差距蛮大的一个地方。而玉龙纳智捷虽然罚球命中率不是那么理想，但是全场还是投进了25个罚球，加上51-34的一个篮板球的优势，帮助了玉龙在下半场完全逆转了比赛，也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也是他们在下半期的一个首胜。